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经常会默默地感受，在心中一年来感受这些音乐线条带给我的想象的空间。某个清晨，你来到我窗台，像从前那样敲打我的窗，我惊喜地从梦中醒来。这一次你从天而降。中国有句话说得挺好，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哈。有些时候一个旋律出现了之后，在脑海里它从建筑变成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可以变成更广阔的天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建筑，所以音乐的可能性更多。在这里能体会到一个小的时候总说的一个词，叫心旷神怡。心旷了才能神怡。作为音乐厅来讲，它太特殊了，甚至很多时候如果不告诉你，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音乐厅。但是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对一个追求声音的人来讲，我想这个空间无疑是会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力的。事实证明它也产生了很多种可能，而且它像一个魔方一样，它是一个开放的。那如何能够创造出真正属于你的声音，那需要你的智慧。在大自然中，我们用原声乐器，用了一种大家都很熟悉的 unplug， 就不插电的形式，这样跟自然景观、跟周围环境、跟这个建筑不违和。说的大一点吧，有多少有点对声音的敬畏之心。我觉得电吉他一出现或鼓一打，在这里有点像刺客了啊。自然之声，我们尊重它。李健也是对自然、对音乐，甚至对人生，都有他很多的独到的见解，这一点是我最钦佩他的地方。回归自然本身就是阿尼亚的一个价值观。我们在城市当中，我觉得长时间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啊，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我觉得大家都一定是会往精神层面走的。就是什么是精神的建筑呢？我总称呼它叫无用的建筑。当一个建筑的功能性需求远远小于精神需求的建筑，就叫无用的建筑。你现在看这个树在摇曳啊，反正这个树的摇曳啊，它这个是绿雾。绿豆一层一层它不一样，看这个特别像中国那个风貌的，晓得吗？这个细雨弄我一点手不手。自然的律动和音乐的律动就结合在一起了。我们搞古典音乐哈，对，德奥作品60%以上吧，都牵扯到阿尔卑斯山，声音一响一出来，这种山里的圆号、长号、油号一出来。全部是山里的东西，所以完全深有感触。我每次来这儿就这样，觉得很安静，就是能向内走，啊，往自己的内心当中走，然后就有点积蓄能量的感觉。大部分都
曲家都在山里边马乐哈、哎、马乐施特劳斯都在山里边弄个小木屋或者、湖边弄个小木屋自己一人待俩月就这样他需要一种内心的完全的静对跟大山帮他静下来对静下来感受更多我也是希望就是山里边能让大家来了能够积蓄能量激发感受力激发创造力的这种艺术家来这会有很多感觉对吧这里排练演出更好转身啊我觉得人是环境的孩子吧山本身我觉得就是在诠释的安静之道但是这种安静并不是说人在这藏起来或者说躲起来而是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能够更好的面对自我然后建筑又是万物的尺度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回归自然和自然产生连接然后我觉得在这种连接之下人会变得更敏感内心会变得更柔软啊，这种敏感和柔软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的创造力感受力的恢复的一个状态吧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我们通常会说有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最高是灵魂层面灵魂层面我想是艺术家们最追求的当然如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感受艺术我想是不是能够从物质层面进入灵魂层面进入快一些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我是觉得艺术在生活中为什么很重要其实有一点就是说心灵需要陶冶最终艺术得以永存还是对人性对心灵的描述和感知吧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身我爱倔强的灵魂愿为你低头可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谢谢那今天在这里唱歌都跟演唱会一样有地方比演唱会可能还豪华一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感受我希望能够早日到来我们真正属于我们自己音乐人自由自在在音乐中徜徉的时光我相信应该快了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很久没有唱过了我通常会觉得每一首歌的诞生它本身有自己的一个生命和成长轨迹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创造者来讲是应该在不同时期赋予它新的面貌看似是对某一种生命个体的一种关爱那么这次我希望给它更多的力量月光奔向远方